好，小鱼好，谢谢。哟，欢迎小鱼回来了啊！小鱼，你两天去哪里呀？你跟老师汤林轩老师请了两天的假，你去哪里？Where did you go？去旅行吗？还是去哪里啊？很想念你，欢迎我们的小鱼回来了，欢迎我们的 Min 啊，Min 好，Ming 啊。这个台湾万花筒每天中午12点在 UP 独家直播哦，小鱼上台北啦，好，上台北，那现在能回到嘉义就对了，哦，你上台北，现在回到嘉义了哈，哦，Good，我礼拜六也会上台北啦，哦，I will go to 台北，这个 on this Saturday 啊，哦，这个礼拜六我也会上台北。好，8253TC，汤轩老师的 line 哦，有什么样要老师服务的地方？8253TC，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哈，哦，谢谢我们林彦志，林彦志刚才打给我哦，谢谢啊，哦，他说老师，台湾万花筒。赶快开播，有啦，谢谢啦，林彦志，谢谢你。你打来的时候哈，我正在那个，我正在开机器啦，哦，就开机器，因为我们一次3台连播了，哦，YouTube，那汤林轩老师的 Facebook、FB，哦，那还有呢，这个当然呢，我们主要的我们的 UP 哦。啊，所以我刚好在开机器啊，谢谢啦，谢谢林彦志，跟卡电话来提醒汤丽倩老师，讲我也袂记的安尼哦，袂啦，我袂袂记的啦哦。我们啊，台湾万花筒对不对？就是休礼拜二，那中午呢12点到下午1点，为各位在台中直播室现场播出哦。那台湾万花筒，我们也欢迎呢观众朋友哦。主动呢啊，然后报名参加我们现场节目访谈啊，哦，这个欢迎大家，因为我们台湾万花筒是有准备通告费了哈，哦。林燕姿要不要来挑战一下？挑战台湾万花筒现场节目，来当我们的来宾，来赚一点通告费呀，赚通告费可以买 UP 呀哈，来海浪，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春风，希望一切。
雄心似海谢谢、哦、大家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我们亲爱的这个林彦志、啊、哇，在歌曲当中、哦、他好多个问题 哦、啊、哦，你要变成问题宝宝了，你这么多问题我一一来帮你解答、哦、林彦志陆续都打了好多问题出来，来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到底呢我们忠实的粉丝，我们林彦志小弟弟他有哪些问题的？他第一个问题说啊，这个张经理今天有没有上班呢、啊？啊、哦，这个问题是有，张经理今天有上班。嗯。第二个问题说，如果今天破1200来撒红包，好吗？好啊，这个我答应你啦。啊，这个破了1200，观赏人数破1000，我们来撒红包，这个老师答应你了哦。第三个问题，他说，老师你后面的屏风歪了。哦、把它挪正一下，这个是故意歪的啦，这个是造型啦、啊、这个你屏风你也会关心哦，真的超感动的。我们这个屏东啊，不是屏东，屏风歪歪的，这个有点造型啦、啊、哦，这没关系啦。林彦志第四个问题，你要点歌要点笑红尘哦。那我们点歌很简单啊、哦、我们点歌就是送200UB、哦、送200UB然后就可以点歌啊！啊，如果林彦志本身没有 UB， 看我们线上的贵宾有没有人可以帮你送，好不好？看有没有善心人士可以帮你送哦。林彦志可以拜托大家。Excuse me，
我们点歌统一啊，都是呢送200 UB 啦，好不好？支持汤丽炫老师 UP 直播节目，然后再帮你服务。好，下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来听《烟水》。真的好好听哦，是不是啊？在烟的同时呢，我们温暖蓝哦，温暖蓝，你好，谢谢你进到汤丽炫老师 UP 直播间来啊、哦！你说老师好，我有看到了啊、哦，你也好，大家平安。林燕姿说：“汤丽炫老师，你要记得吃饭哦。”谢谢你的叮咛呐、啊，老师会记得的。不过呢，因为呢，老师的节目时间呢，就是大家用午餐的时间嘛。哦，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这个是大家呢用午餐的时间，所以汤丽炫老师的午餐都比较晚吃啊、哦。我到下个节目之后，然后煮午餐，说大概两点左右才吃午餐了哈、哦。在这边谢谢林燕姿啊、哦，你的叮咛。然后刚才我们有位贵宾呢，新玩家说没有 UB 啊、哦、，I'm sorry， 没有 UB 的话，汤丽炫老师教你啊。没有 UB 的朋友也可以赚 UB 啊！你们知道怎么赚 UB 吗？啊，欢迎呢来汤丽炫老师呢 UP 直播间啊，来担任呢我们台湾万花筒的特别来宾。然后呢，汤丽炫老师呢会帮你准备通告费啊，啊，这通告费你拿到就可以买 UB 了，对不对？
所以没有 UB 的观众朋友主动报名来参加我们节目现场访谈，就自然能够有 UB 了。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报名的方式呢，用 LINE8253TC 加入 Tony Chan 老师呢 LINE 就可以当场报名了。来，下一首歌 Tony Chan 老师为各位献唱《骊山痴情花》。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娜娜，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乌溜溜的头发披肩膀，一把热情像太阳。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娜娜，钢琴那个琴子多呀多嘹亮，不管早晨黄昏天天等，痴痴等他心上的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冬去那个春到有一年，骊山上痴情花，手怎么雪花飘飘已经过了三年，不惜那个情人终于如云烟。骊山上痴情花，谢谢小鱼热情的送的神秘礼物，谢谢。那个下山有一天，冬去那个春到有一年，骊山上痴情花，手怎么雪花飘飘已经过了三年，不惜那个情人终于如云烟。骊山上痴情花，哟，谢谢这首呢《骊山痴情花》哦，这个好听哈、哦，这个歌好听。来，下一首歌呢，来听呢《相逢夕阳下》。我们欢迎要懂得享受，欢迎你进来。我是汤丽萱老师，祝大家午安。今天3月11号，2019年礼拜一。台中的天气呢，现在转晴了哦，哇！希望各地都嘛陆续转晴。Oh,
哟，谢谢啊！在歌曲的同时呢，李燕姿说：“汤炫老师啊啊，那个我们台中直播间在哪里啊？”谢谢小鱼呢，帮我们热情的回答了哈、哦。我们台中的直播间呢，就在台中市南屯区好事多附近。然后各位呢，要来台中呢，参加呢我们台湾万花筒现场节目的贵宾，你们不必担心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台中呢有提供接送服务啦，啊，如果你坐高铁，我们会到乌日高铁站接你；那如果坐客运，啊，我们会到草马统联站去接你；如果你坐火车，我们呢会到台中火车站接你啦，啊，所以各位呢来台中就不必担心，只要事先告诉我们，啊，汤炫老师会把你们当成贵宾中的贵宾 VIP。啊、哦、啊、就帮你们接送了，所以李燕姿这样了解了吗？啊、哦，坐火车在哪站下车？就在台中火车站呢、啊。你坐火车在台中火车站下车就好啦。啊、哦，这个台中火车站这么有名，你们到台中火车站还可以顺道看看哦，那个旧站，因为旧站现在是一个古董，那是日本时代建的。那当然呢，它旁边盖了新站嘛，哦，但是那个旧站呢，啊，是把它保存起来，那里面好像一个博物馆一样的、哦，你们可以顺道看看台中火车站的旧站啊，那个情况，哦，新站超大的，对呀、啊，你怎么知道？你应该不是好像都不大了解这个搭飞机啊，不必搭飞机啊，要搭飞机，搭飞机就到台中清泉岗机场。你在外地吗？是国外的朋友搭飞机吗？搭飞机就台中，台中我们有清泉岗机场哦，国际机场就是清泉岗，搭飞机也可以去接您呢、啊。啊，如果您在国外，那也欢迎您过来啊、哦，欢迎。然后呢，我们台中呢，我们房东啊，他也有这个客房出租了哦，客房出租。如果你们要在台中过夜的话，啊，你跟汤炫老师说我帮你预约啊，他那一晚的话几百块而已啦，都是很便宜的，反正就是做服务啦啊。这个住宿的话呢，汤炫老师也会帮你们张罗啊，因为在地的是安内啦 UP 的贵宾就是汤炫老师一辈子最真实的朋友，所以你们来到台中只要事先告诉我，汤炫老师一定会呢热情的尽地主之谊啊，谢谢。好、啊、我们这边呢要欢迎啊我们的陈奕秋啊，这个蔡奕学啊，陈奕翔、周如君啊等等的贵宾，谢谢你们进来哈、啊。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是台湾万花筒。汤立炫老师呢在 UP 直播呢有两个节目啊，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正在收看的台湾万花筒，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景节目好康啪啪照。
那台湾万花筒呢，它有固定的播出时间啊，就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开播。那好看爸爸照呢，我们就没有固定，为什么？因为好看爸爸照我们是出外景啊，所以我们出外景的时间会跟受访的店家配合啊。那大家也知道 Tony Chen 老师呢是 UP 的签约主播啊，目前呢进入了第二个合约，就是第三个年头啦。然后呢Tony Chen 老师的义务呢，我每个月呢要帮公司呢募到8万 UB 啊，男主播每个月要募8万 UB， 说真的也是很有挑战性啊。这边呢我要谢谢呢经常呢这个参加送 UB 换好礼的贵宾，没有你们的帮忙哈，汤轩老师不知道怎么办啊。尤其感谢十月孵化，感谢文喜啊，感谢珊珊啊，感谢呢这个小皇上，感谢 Coco 啊，这些贵宾呢 啊。那今天呢是3月11号2019年礼拜一，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做了两场好看爬爬照，一场是上个礼拜五，大家还注意吗？上个礼拜五是一个什么节日呢？是一个节庆，什么节庆啊？这个林燕姿知不知道上个礼拜五是什么节日？知不知道？上个礼拜五，三八妇女节，对不对？三八妇女节。然后呢，我们好看爸爸照呢，是到呢新北市戏子啊，这个湖前街43巷10号啊，去访问呢这一个啊相当高知名度我们的潘真真理事长。潘理事长呢是中华太极盘经络保健发展协会的现任理事长，他呢除了呢推广呢太极盘由他自己研发，同时呢他也有做呢这个女性朋友哦在职的这个训练，来学习呢如何使用太极盘做经络按摩，帮呢女性朋友就业。而且的话很感谢呢潘真真理事长哦，在我们呢上个礼拜五好看爬爬照的节目同时，对不对，他又在帮我们加码，又加码了5份好礼。所以当天的节目呢平时订的5份好礼送出去之后再加码5份，总共呢送了10份，荣获了2000 UB 了哦，也使得我们的中华太极盘经络保健发展协会登上荣誉榜。在这边要谢谢啊我们的潘真真理事长啊。再来呢就是呢上个礼拜六3月9号，来3月9号林燕姿你知道吗？汤小师考考你，3月9号礼拜六好看爸爸照到哪里去采访？林燕姿知道吗？啊、哦、欢迎啊、哦、欢迎我们拉链卡到 G 啊，这位贵宾欢迎你进来。林燕姿有没有印象？上个礼拜六我们好看爸爸照到爱丽丝手工杏仁饼，对，它是在呢我们的苗栗三义啦哦，三义呢算是一个比较朴质的地方，然后呢我看它四面环山哈、哦，哇，然后呢我们去采访那一天刚好天气呢雨雨的阴阴的，那个哈、哦、半山腰呢白云呢笼罩着，好像人间仙境哦。回到了三义看到那个画面，哎呀真的是像人间仙境。我们苗栗三义呢有名的景点大家也知道，有三义呢木雕博物馆，那有呢龙腾断桥，还有圣心车站。当然呢到三义的朋友一定呢不要忘了去品尝哦，品尝呢爱丽丝手工杏仁饼干，有买没买不要紧，咱去给他吃看看呀，啊、哦，反正可以免费品尝，免费吃了啊、哦。那爱丽丝手工杏仁饼干呢？要谢谢文喜，文喜一个人呢，他呢就拿了2箱，台北的十月孵化拿了2箱，
然后呢，我们的 Jack Chan 啊，台中的 Jack Chan 拿了一箱啊，所以呢，啊，老板赞助了三箱啊，老板赞助了三箱，然后的话，两箱是汤炫老师呢额外买的啊，总共五箱也达成了我们呢好看爬爬照哦木 UB 的一个目标了啊，在这边还要谢谢这些贵宾。那这个礼拜呢也有两场哦好看爬爬照，我们先来听呢这首好听的歌，待会再告诉大家啊，这个礼拜有什么好看爬爬照呢，来去台东。哟，谢谢，来去台东哈。那林燕姿不是今天要拼1200人吗？要康立轩老师抢红包吗？我说好啊，林燕姿，你有没有在拼？加油呢！现在已经12:39了，我们现在才407位观看的观众啊，还有一段距离呢。林燕姿，目标三分之一了，还有三分之二，赶快加油，好不好？加油 ，Go Go Go 哈！那刚才汤炫老师讲说这个礼拜有两场好看爬爬照哦，这边呢我们 UP 的贵宾哦，你们把它时间记起来。第一场的话呢是
好，这个礼拜四3月14号，哇，康炫老师呢要到高雄的瑞丰夜市哦，因为雅琪亚哈，所以我们是9点到11点播，那讲真话啦，因为配合他们夜市人生哈，啊，这个是呢我们的这个旺佩他们所邀请的，现在呢这个很流行呢，我们用了手机 APP 来付款，那旺佩呢是我们台湾本土企业家研发的系统，那这种系统呢让我们呢去买东西不必带钱，直接手机刷就好哦，然后他这个手机呢是绑定信用卡，而且呢像这种系统对不对，你呢这一个固定消费，然后呢公司又会给你回馈给你哦，所以消费越多你回馈越多，平时呢你拿现金去买东西消费就消费了，店家他不会回馈给你嘛，但是旺佩本身会哦，那我这边也感谢杨欣盈啊，这个我们的主管杨小姐她热情的邀约唐立劝老师，3月14号这个礼拜四晚上9点到11点高雄的瑞丰夜市啊，好看爸爸照。再来呢这个礼拜第二场好看爸爸照就是17号了，17号是礼拜天啊，17号礼拜天唐学老师要到宜兰呢校舍路139号啊，骑士古堡爆米花，哎呀，骑士古堡爆米花，它现在呢很流行哦，我们口语常讲叫观光工厂啊，当然呢骑士古堡呢汤小是没有去过啦，不过呢从呢推荐的这个资料哦知道它本身是个观光工厂，然后呢将我们呢台湾味的传统这些美食啊，像爆米花啊，哦，把它呢商品化、多元化、礼盒化啊，哦，然后最重要的是呢，高品质 ，Made in Taiwan 的啊，哦，我们 MIT 的 Made in Taiwan 啊，这个宜兰的骑士古堡爆米花，我们的啊，哦，好看吧？八招时间呢是这个礼拜天。3月17号下午1点到3点 1-3pm 啊，所以呢这个礼拜四跟礼拜天啊我们各有一场好康啪啪照，然后呢各位贵宾我们只要有好康啪啪照对不对播出，那我们当天呢台湾万花筒啊就会呢停播一次了啊，这个跟各位报告一下让大家知道，有时候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呢，看到台湾万花筒哦，原来是呢我们呢当天播了这个好康啪啪照，好康啪啪照呢也欢迎呢我们亲爱的贵宾能够热情的参加我们的活动，送 UB 换好礼哦，保证物超所值，大家告诉大家，来下一首歌《七斤百岁杠》。
我们欢迎婉婷仙子，你好，妮妮，谢谢你，我是康立顺老师，欢迎来到康立顺台湾万花筒节目现场，谢谢。哇，谢谢这首七经百谁干哈、哦。哇，我们林彦志呢，他告诉通讯老师说，老师今天如果收看人数破了1200要撒红包。好、哦、我有答应林彦志说 ,OK,no、OK, problem, 啊、哦。他现在一直在冲刺哈、哦。他一直说冲冲冲啦、啊、哦，林彦志在线上。谢谢啦林彦志，赶快呢真的亲友团啊。哦，然后呢公益团爱心团大家一起努力啊、哦、动用你的真诚感动大家啊、哦、要发愿要汤立炫老师呢这个撒红包啊、哦、谢谢啦，谢谢林彦志啊、哦、我们林彦志也挺可爱的啦啊、哦、他每天都看汤立炫老师的节目每天看了啊、哦、好感动哦，因为他告诉我说他是夜间部的大学生，所以白天这个时间都有空，他、啊、每天都会看我的节目、哦、祝福你，来下一首歌，一心甘愿为你错。我们欢迎 FENN FAN FAN 你好 Jelly FAN 欢迎进来，台湾万花筒欢迎你。
文喜，文喜你好。这个礼拜四还有礼拜天各有一场好康爬爬照，那礼拜天呢我们会把你的礼物带过去哦，那您知道一下，谢谢。哟，好，刚刚文喜在我们线上哈，文喜你好，你好，我跟您说哈，这个我们的行程哦，因为我们那个宜兰的采访是一点到三点，17号一点到三点是礼拜天，那宜兰呢，我17号会在台北过夜，因为我18号。台北高等法院要出庭，有一个庭我要出庭哦。那张经理呢，他会开车回来，所以的话，张经理呢，应该也要5、6点左右啦哦。张经理会到时候会跟您说，大概就是5、6点会帮你送过去。那这个礼拜四，3月14号，我们在高雄的瑞丰夜市有一场好康爬爬照，这个礼拜天在宜兰那一个骑士古堡爆米花啊，骑士古堡爆米花有一场啊。那文喜，这个礼拜还有2场好康爬爬照，如果你可以帮忙可以这个捧场的话啊，我们呢礼拜天啊，张经理他从呢宜兰要回台中的路上，就会顺道哦，这个帮你送到湖口一起给你啊、哦，我们就确定这样子。就是说17号你晚上一定可以收到哦，所有你的这个参加活动的这些奖品哦。高雄的是怎么样的商品呢、啊？我要问一下张经理，张经理，你记得是什么商品吗？高雄的瑞丰夜市是纤维素类的护眼睛的，好，他说保护眼睛的纤维素，还有呢，这个是保护眼睛的还有纤维素、一个保护眼睛一个纤维素，因为那是阳心银、哦、这个、他所提供的哦，所以应该是保健食品嘛，如果说是纤维素还有保护眼睛的，应该是健康食品啊、哦。详情我可能现场我才会知道，3月14号我才会知道啊、哦。它是晚上9点到11点，文喜的话时间你可以先记一下，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定案了哈、哦、3月14号礼拜四，它是晚上9点到11点，它是我们旺配所赞助的了哈，旺配，那你知道旺配吗？上回他们在彰化个活动，我有特别出席，3月14号旺配，哦，他们所提供的到瑞丰夜市做好康爬爬照，时间是晚上9点到11点啊、哦。另外呢，3月17号礼拜天，我们在宜兰的骑士古堡爆米花哦，骑士古堡爆米花呢，它呢是礼拜天下午1点到3点，下午1点到3点，好、哦，它那个配是 PAY， 哦，旺配，就是很像呢大陆的微信呐、啊哦，大陆的微信钱包，其实旺配也是一种钱包啦，那它比较特别的话。它是我们本土啦、哦、本土我们台湾人开发的，他们总公司在高雄哦，对，旺配也是蛮特别的啦，蛮特别的哦。
算是一种支付宝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礼拜两场好看爬爬照。廖文行，你知道吗？我们三月份呢，好看爬爬照也要到新加坡去采访。文行知道这件事吗？新加坡，我们呢到新加坡，对不对？我们海外采访呢，我们现在都会帮我们观众吼、哦、啊买东西啊来做呢送 UB 换好礼啊。你们有说知道想要新加坡的什么产品啊？你们也可以告诉Tony Chen老师啊。那老师呢过去就帮你们买带回来啊。刚好我要到新加坡，新加坡到新加坡呢做外景的时间是3月28号过去，那4月7号回来。3月28到4月7号哦，文喜这边你也可以登记一下啊、哦、啊。如果说你希望有新加坡什么产品啊、哦、啊，你也可以事先告诉我啊、哦、因为现在有人哦，他们呢都是用那个 FB 哈、哦、FB 然后呢到海外去直播啊，直接帮客人哈、哦、买东西回来啊。我就跟张经理说，哎啊，其实哈、哦我们呢到海外去做好看爬爬照，那我们也可以呢现场哦，我们的观众哦想要什么跟我们讲，我们可以从海外帮他带回来嘛。啊、哦、因为毕竟呢每个地方一定有每个地方特别的东西，那也有想要的观众朋友啊，说让你们跑一趟新加坡去买，可能时间金钱可能不许可啊。刚好汤炫老师到新加坡做外景节目好看爬爬照，好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我也很希望帮各位服务哦。你好，我们这位那个爱永信吗？我是台湾的 Tony Chen 老师，我目前在台湾的台中哦，台湾台中，谢谢你。我们爱永信这位贵宾，你在哪个城市？谢谢你追踪我啦哈、哦。Tony Chen 老师在 UP 的房号 TONYCHEN Tony Chen、哦、然后你目前收看这个节目呢叫台湾万花筒，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播出了、哦、你在浙江宁波啊、哦、宁波我去过，我去登台过了、哦、浙江宁波 Tony Chen 老师去过，谢谢你、哦、来看看我们台湾的节目，听听台湾的歌曲啦。也许台湾的歌曲有些贵宾听不啊，但是听听那个旋律啊、周日是什么商品呢？就是骑士古堡，他们应该有网站，他们网站呢都是一些吃的东西，爆米花啦，但是他们有经过改良各种不同种类的爆米花礼盒哦。他们的主产品呢是爆米花，叫骑士古堡，在宜兰。他那个古的话是稻谷的谷，骑士古堡。好，文喜你有空的话对你网站看一下啊，看你有没有特别喜欢他什么产品你跟我讲啊。因为其实呢啊，你们有特别喜欢什么产品，我到现场啊啊请老板就来配合一下。通常呢我们到他们那边去采访，老板们都很大方啦，其实所送的东西哈、哦绝对都是物超所值哦。那这个文喜你可以先上宜兰骑士古堡哦爆米花网站看看有什么产品啊，看你喜欢哪一些产品这样子。对，我都是用2000UB 一份，都用这样子，这样比较好记啦。没错哦，我们都是正常都是2000UB 一份哦，用这样子就台币1000UB 2000啦。那市价的话都绝对超过这个数目的，绝对让你们超过这个数目哦。我想长期呢支持汤炫老师 UP 直播节目好看爬爬照的贵宾都知道，老师给你们换的东西哦，绝对都是物超所值，可以多少台币的商品最少都会有1500啦，但是实际上多少我要到现场才知道哦。但是文喜通常我再怎么抓都会抓1500以上了、啊、哦，我觉得那个商品都会抓1500以上。像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五是38妇女节有没有？哇，
这个可能文喜没有看到，上个礼拜五呢，我们那个理事长很大方，就是中华太极盘经络保健发展协会潘珍珍理事长，他抓了这个3620元一份哦，只有台币1000，但是他市价是3620元哦，抓了三样，一样的是呢这一个Young Living 柠檬香茅精油，它的精油是15ml 的300滴，那一瓶是620元，再加呢两块手工香皂是500元，再呢赠送一个小时的中华太极盘经络保健按摩，这个一个小时是2500元，所以加起来是3620元，同样的也是用台币1000跟大家换了哈，所以文喜您放心，对，一定都让你们物超所值了哈，再拜托文喜您帮帮忙，谢谢你啊。宜兰的骑士古堡啊，您呢上他们的网站看他们有什么商品啊，那你想要什么你再用 LINE 告诉我啊，我会呢尽量来跟您配合啊，谢谢谢谢。来，一个小时台湾万花筒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节目主持人汤丽萱老师，节目最后呢来听我好朋友的歌啊、哦、我这好朋友呢也帮我写了序，我的自传帮我写了这个序啦啊、哦、老师的自传的序，郑开来，来听他的歌，在一起孤单地欣赏着世界风景、哦哦哦哦、我们仿佛有种默契，选择是微妙练习，为了这个决定始终不离不弃，越不看好越要争口气，偶然走在一起不容易，幸福并非是非题，沿途有风有雨，苦涩当作甜蜜，有人说过爱真的需要勇气， Together 在一起，一直到末日降临，不愿你孤单地欣赏着世界风景，一生一次就这一次，我庆幸与你相遇，记着你的温度在我手心，偶然走在一起不容易，幸福并非是非题，沿途有风有雨，苦涩当作甜蜜，有人说过爱真的需要勇气， Together 在一起，一直到末日降临，不愿意孤单地欣赏着世界风景，一生一次就这一次，多庆幸与你相遇，记着你的温度在我手心，还记得吗那年的约定，在你身边给我力气，未来路再崎岖，烦恼或悲伤都不要紧， Together 在一起，一直到末日降临，不愿你孤
生一次就这一次，多庆幸与你相遇，从来不再如此确定未来每个四季，只属于你我的真情。哟，谢谢哇，谢谢啊、哦！这个一个小时台湾万万桶哇，也接近尾声了。然后最后一个消息跟大家报告哈，就这个礼拜六，我们中午呢，汤立向老师的榜十，我们的十月富哈，很热情的，在我们南投呢这个鱼池。田螺屋土鸡城啊、哦，有摆了一桌啊、哦，摆了一桌要来做呢，我们的这个餐会餐具啦，请大家吃饭。那目前呢，还有这个七个名额哦，七个名额。如果我们各位贵宾在礼拜六十六号，礼拜六十六号啊。哦中午12点半，时间是12点半，你可以呢自行前往南投鱼池田螺屋土鸡城的话，你可以用 LINE 啊来跟汤向老师说来报名，然后呢我们的榜十啊就是十月富哈、啊，在那边有摆一桌要请大家吃午餐，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哈、啊，谢谢。那这边也谢谢林彦志了啊。他也很用心，他说老师快了再等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1:08了啊，老师呢这个也到了收播时间，为什么？因为老师也要去煮午餐，我肚子也饿了也要吃饭啊、哦。不过的话你已经冲到1022位，也很用心啦，也很谢谢你啦哦，没关系林彦志，下次再努力，失败为成功之母，好不好？有一天你一定可以达成的。那这个汤俊老师呢 ，UP 的观众服务 LINE 8253TC， 也请大家告诉大家，明天礼拜二呢，我们休息一天，因为每个礼拜二中午我陪我妈妈吃午餐哈。然后喜爱汤俊老师 UP 直播节目。好看啪啪照或是台湾万花筒的朋友，我们就礼拜三中午12点再见了，谢谢大家，午安哦，谢谢。今天几点还会播？不会了，我们一天只有播一场而已啊、哦。林清风啊，林清风说老师今天几点还会播？没了，对，因为汤轩老师一天只有播一场，对哦。那明天礼拜二，明天礼拜二休息，然后下次要看汤轩老师的节目，礼拜三中午12点，那礼拜四呢播好看啪啪照晚上9点到11点，礼拜五台湾万花筒中午12点，礼拜六老师人在台北哦，礼拜天的话呢下午1点到3点台湾万花哎好看爸爸照，礼拜天好看爸爸照，然后礼拜一我在台北高等法院有工作没办法播哦，那礼拜二又固定休息，那再就是礼拜三哦哦，大概行程是这样子。下个礼拜三张经理要回他的母校斗六环球科技大学哦，3月20号也没办法播，为什么？因为我陪张经理回母校，这个要到斗六环球科技大学啊、哦、做演讲了啊，要做演讲，所以我不知道3月20号有没有办法播哦。这个固定的话是几点？固定是中午12点，
十二点播到一点啊、哦，林清风嘛哈、哦，清风你好。那如果你喜爱汤炫老师的节目，对不对？你可以呢追踪我啊、哦，播的时候呢就会自动通知你，对不对？那汤炫老师 up 房号 T O N Y C H E N Tony Chen 啊、哦，再拜托您了，谢谢，谢谢林清风，谢谢林燕姿，谢谢你们咯哦，感恩。那我们礼拜三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